有啊，当然是很开心啊，只是啊，哎呦，我词穷了啦，怎么办？哦，没有，很开心，真的很开心啊。对对对，可丽姐真的旺，因为我觉得今天我有一部分的运气也是来自于跟可丽姐一起也爱内海狂，所以。哎呀，你怎么那么会讲话？你刚表情也是很震惊，你是真的没有想到？我是真的没有，我第一次参加，所以其实，比较抱着平常心过来这样的。所以你第一次参加都会拿，因为你金马也是第一次参加就拿，金盾是第一次参加就拿。哎，好像是，对对对对对。但我希望不要只是这样子啊，对，我希望还是有更多的奖可以拿这样。那你三金开个金曲？那没关系，那个没关系，那个给专业的人去拿就好。红内裤为什么不穿在身上？对，那件是什么？红内裤里面。那个是我粉丝帮我定做的一个内裤了，然后现在我喜欢的一个动漫角色，我今天带他耳环来的。哦，太小是不是？对对对，来了之后发现太小，穿不下。对对对，我本来想穿，就真的太紧，像泳裤，想说算了。所以你有套上去过了？有。就卡住了。卡住。对。那是跟金钟奖杯放在一起。啊，内裤会回去跟他讲讲座放在一起，这是什么？应该是不会，但我应该会把这个内裤借给下一个想要的人。然后王静有跟我借了，我说好，没问题。哦，幸运物，幸运物。今天会洗吗？我没有穿啊，我套一下。套过还是要洗的？哦，好，那好，洗一下。没关系啦。